志宏。叶志宏会长，普爱道明普爱会，来，录影中请微笑，请问一下这个慈善济助活动，赞助了多少人？232人，包括附近几个里？4个里，低收入户了哈。对，还有呢？有里长那个报那个名单给我们，那我们再来给他那个造车啊，通知他们过来领这样。那另外，还有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有需要的，我们也有帮忙。哦，对，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天主教的低收入教友啦，哈。对，哎，天主教道明中学，附设的这个普爱会，对，普爱会，哎，啊，你是会长了哈。对，不简单。会长，这个普爱会的各个分支机构，大概只有道明中学做的响当当。然后我们每年都还有赞助一些那个其他的各教区的一些比较慈善活动，对，慈善捐款呢，对，哎，大概都有70-80万了。毕竟天主教明爱会是一个很好很大的慈善团体，那它底下的分支机构可是力量就小多了。道明中学是其中的强者啊，谢谢，你厉害，谢谢。校长，这台相机。伊个，我会长的。哦，对啊，伊个是做爱生意的，他也喜欢玩相机的人。17到20万。嗯。比较早期的，比较数位，数位的，这比较早期的。解析度呢？解析度500。这台20000多买的，解析度不好。比不上这个，都是寿命的。名牌可是。比不上这一款，这款啊，应该是差不多拢。